备的东西，因为台湾中回桥的土地特别的冷，嗯啊，那个土地土太冷，农作物没办法生长，嗯、啊，放了一些草木灰下去的话，它啊在你要种下去那一块土地的周围，它会保持一个温度在。草木灰、啊這個那個哦嗯，我这边的葱跟宜兰三星的不一样啊、哦。宜兰三星那边的葱是要这个挖一个洞很深的种下去，我这边的葱不一样，我这边的葱只要根碰到泥土，它就会活了。鸡毛是最重要。哦，这个根碰到泥土就可以了。那为什么宜兰那边要挖得很深？那个它要让葱白变得比较长，它价格比较好。宜兰的葱比较贵，葱白很长。他们是看那个葱白的长度。对。他可能是那葱好大、啊。萝卜拢卤甲好啊，啊，即切切来切。哦，哦，切掉诶，最快好的时候才放的。放在上面的。葱，日本的甜筒。豌豆，这都是咸草。